真真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，先回去再说吧。 这都谁送的？我也不知道。刚刚在门口发生什么了？你那么着急，是去追什么人吗？我上班要迟到了。 我去拿下功夫，我送你吧。 不用了。你这样开车我不放心，赶紧去拿功夫吧。